之前同大家练咗个腹部同上身，今日我哋操脚，即刻开始啦。3, 2, 1, exercise。首先我哋做一个原地深蹲，双手握拳放喺胸前，个身微微倾前，臀部向后，然后慢慢向下蹲落去，大概落到膝头哥90度就可以噶啦。注意落嘅时候要吸气，上呼气。3, 2, 1, rest。3, 2, 1, exercise。我会做一个原地前进，前后脚企，右脚放喺后边，双手交叉，然后放喺膊头两边，尽量保持腰背挺直，腹部收紧，然后慢慢向下落，感受到两边大腿一齐用力。落嘅时候吸气，上呼气。3, 2, 1, rest。3, 2, 1, exercise。然后到另一边，左脚放喺后边，之后重复动作。3, 2, 1, rest。 3, 2, 1, exercise。 而家做一个交替前进樽，双手放喺腰嘅两边，尽量保持腰背挺直，腹部收紧。做嘅时候眼望前，唔好耷低个头。落嘅时候吸气，上呼气。如果发现落嘅时候膝头哥推咗向前，可以试下踏大步少少，调校翻双脚嘅距离。3, 2, 1, rest。3, 2, 1, exercise。双手交叉放喺膊头嘅两边。个身微微倾前，臀部向后，然后侧身向右边蹲落去。落嘅时候吸气，上呼气。做嘅时候要注意膊头对齐向前，唔好扭腰。3, 2, 1, rest。3, 2, 1, exercise。 然后做左边侧蹲，重复动作。3, 2, 1, rest。 3, 2, 1, exercise。 我哋会做一个左右跨步嘅阔腿蹲动作，双脚企同膊头阔，将左脚向左边跨步，个阔度比膊头稍阔，然后向下蹲落去，之后将只脚收翻嚟嘅时候去翻开始位置。然后到右边脚重复动作，注意控制落嘅速度，唔好太快。3, 2, 1, rest。 3, 2, 1, exercise。先做一个半蹲姿势，然后左右来回跨步向下蹲。重点是我们上回来的时候要保持在原来的半蹲姿势，不要站起身。
大髀同臀部都会有一个特别酸的感觉，会有一个紧致效果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exercise. 首先做一个半蹲姿势，双手交叉放喺膊头两边，然后左右踏步来回，重复动作，尽量控制大腿、臀部同大腿嘅内外侧发力。3, 2, 1, rest. 3, 2, 1, exercise. 最后一个深蹲，大约落到去膝头哥90度左右，然后 keep 住个姿势 ，hold 住，保持自然呼吸啊，会感觉到大腿臀部有一个燃烧嘅感觉，大家要加油啊！4, 3, 2, 1, rest. 大家尽量要抽少少时间跟住我一起做运动，记得赞好、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听日再见。